清初啊，你来了。师父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人生就是不断的得到与失去的过程，但那些失去的东西并不会真正的消失，一丁点影子都看不到。所有的经历都会刻进你的生命里，成为你身体里永不磨灭的信号。师父，我会带着这些美好的记忆，坚强的一直走下去。景初啊，这最后一份作业你完成得非常好，我也可以安心地走了。